胡志明手滑兼会画，临危不乱就回作品。哎呀，老师，他妈妈我是什么呀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Double S 501成员朴正明正在台湾和简曼书、王传一合作拍摄偶像剧《翻糖花园》，没想到他私底下很爱画画吧？今天就要来秀给大家看。不要紧张哦。是大概多久会画一次啊？有时间的时候，不一定。听说他在拍戏空档时，还有手机画了不少作品呢。这是我觉得啊，未来的我。有画王传一吗？啊，没有王，怎么没有传一个？可是慢书有，慢书，简慢书，简慢书很多。最可爱。很漂亮，赞赞。明那么丑，那个字是谁写的？我写的。你也可以写中文哦。啊，练习。朴正明会中文不是开玩笑的哦，来看看他今天要写什么来着。哎，没错，他就是画了个看字出来，然后是这个一，这个丁，这个要和这个哦。如果你有认真看，他画了这么久，凑起来就是。赞赞，谢谢哦哦哦。没关系。这句没关系也是真的，他马上动手补救，没想到还真有两把刷子呢。玫瑰。这玫瑰就真的看得出他的手艺了。最后他还加码另一幅作品，热情的百合。这个本来是白，百合。它是百合。百合，可是它很热情，所以变红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热情出来了。这边到这边，热情 ，bang。听过了新闻，热情百合长得有点抽象，报道。